可不可以四米投进？财产可以。难度相当难。Round one。导演，你来很生气的，你应该对着我。就算亲妈都不可以随便处理子女名下的财产。再来一遍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肆意，算亲妈都不可以肆意处置。Round two。就算是亲妈也不可以随意处置子女名下的财产。来，爸，你很生气的，念一下这句话。是律师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就算亲妈都不可以肆意处置，都不可以肆意处置子女名下的财产，难度相当难。Round three。就算亲妈都不可以肆意处置了子女名下的财产，我可以去告你，怎么那么难说啊？这个倒不过来了，我不对，这个作为一个南方人，实在有点难。北方人财产做的难，叫一个律师这样说也很难，主要是子女名下的财产。就算亲妈都不可以随便处理子女的财产，就算亲妈也不可以随便处理子女。亲妈也不可以随便处置子女名下的财产，就算是亲妈也不可以随意处置子女名下的财产。专业吗？